快跑！老乡都已经逃走了，咱们也跑吧。二小，鬼子在四里八乡抓了我们那么多的乡亲，让他们变成黄协军。我们救的只是一小部分，肯定还有一大部分我们不知道在哪儿。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老乡亲变成鬼子的走狗。对，那咱们下面干什么？留下。留下。你们听我说，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，一会儿鬼子就会回来。这样的，大师兄，你和三师兄，你们两个速速回山，告诉老陈，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。我跟他们两个留下来混进去，还是我和大力留下来？对啊，不行，你们两个人性子急，受不了这个委屈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。好吧，那我们怎么联系？到时候有任何的情况，都到老刘那儿去联系。放心吧，有我们二师兄在，什么事儿都难不了他。快操心。保重，保重。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二师兄、四师兄，按我说的办啊。鬼子来了，装的像他。太君，别激动！我们都是良民，对，良民，大扎的良民。他们的哪里去？那位别动队给带跑了。别动队，在哪里？那，我们哪知道啊？反正就是带跑了，就是。你们为什么不跑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呀都是大大的良民，我们特别喜欢留下来。跟皇军在一起，对，我们有饭吃，有白面馒头，对，还有肉包子、饺子。休息休息，连夜搜捕，把跑的人抓回来。皇军，小心啊！皇军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你们去哪儿了？师姐呢？简直是胡闹！五虎闹东京，你们当时唱戏呢？啊，无组织无纪律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凭世界的功夫，再加上小二跟亨利，自保应该没问题。呵，敌人是纸糊的啊。陈八路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没有世杰的消息，只能等他单方面联系我们。这样。我先下山到老刘那儿打探情况，随时准备接应他们。你们几个留在山上，等我回来。鬼子又抓来人了啊！师姐，那鬼子把咱们交给他了，看来不是什么善茬啊。别轻举妄动，一切都看我的。三哥，
也不知道这几个人能扛几下。起来！起来！三哥，这个人还挺能扛的。你们几个跟我过来。分钟，找好自己的铺位，出来集合。二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赶紧换衣服啊！你干嘛？这是我的地儿，这明明是那边有空铺，这儿全是我的。你那边去吧，大家挤挤没关系。只下达一次，你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为帝国服务，而作为帝国的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。从今天开始就由我来训练你们，我会用最恶劣的手段来训练你们这批中国人，直到把你们训练成为有帝国军人的样子。我的要求很高，高得可怕，高得让你们生不如死。你们不要有任何一点点的妄想，因为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军营，在你们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之前，你们什么都不是，连囚犯都不如。相信我，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们。现在开始热身，10000米，跑不完不能吃晚饭。慢点跑，都给我跑快点。Thank you.
你们这群废物！你这个笨蛋，赶紧给我起来！快！ 带我们去藏书阁。 老爷，您要什么书，我来帮您找吧。不用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那这……快下去吧。 哎， 吴小姐，这家父的藏书呢，尽归于此，您尽管找就是了。 您找到要找的书了吗？啊，这两本书我想拿回去仔细看一看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哎，吴小姐要看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吴小姐，请。哎，吴小姐，你看。 这您也找过了，既然没有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啊，我不是不想帮忙，这你也看到了，我爹他所有的藏书都在那儿摆着，这没有我真的是没办法嘛。既然是国宝，想必也不会放在明面上，自然有它的隐秘之处。 至于这隐秘之处在哪儿，还请万会长您费心了。哎，吴小姐，这……万会长，我们既然合作，就请您拿出一点诚意来。这个任务我是必须要完成的。还有，组织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的耐心更是有限的。
这小鬼子比师傅还狠。哎，我这腰，扶上，轻点，轻点。腰，你平时跟师傅好好练功啊？是练不练？啊，师弟，走。哎，师哥。哦，行了。哦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别动。哥，我的脖子，我也挺疼的。这个，蹬一下，蹬一下。哎呀，啊，蹬一下。都别吵吵了。哎，你这个死胖子啊！老子让小鬼子练了一下午啊，一口东西都没找着吃，都是因为这头猪！哎，这所有的人啊都没有晚饭吃，知道吗？你这个废物，你给我起开！都是乡亲，何必呢？你给我少废话！对不住，今天我就想教训教训他，对不住，教训教训！哎，你站！没事儿，我管怎么着，那就连你一起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看来我还真低估你们了，居然还有力气打架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按铺位顺序，三个人一组，每小时轮岗一次。赶紧睡觉。咱们俩的事儿没完。是不是觉得三哥太蛮横了，有点欺负那个胖子了？不是。没错，三哥今天是横了点，可是你别忘了，咱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没想到，我堂堂袁亨利啊，竟然让小鬼子溜溜练了我一天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说的就是啊，跑了一天累个贼死不说，还要挨打。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就是啊。怎么样？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就是一时半会儿提不上气。啥？不是，那你就是蹦不起来了呗？这里边啊，比我想象的要防卫森严多了。哎，如果我们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出去，这还真得靠二师兄的轻功。看来我们跟外界的联系要断然一段时间了。啊，更何况，咱们被鬼子关在这个鬼地方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。就更顾不上别人了。哎，师姐，即便咱二师兄飞不了，就行啊，就凭你的功夫，硬闯也不是没机会啊！啊，干嘛非留在这儿？要我说，咱就趁着天黑冲出去，到山上把兄弟们拉起来，把这端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四师兄，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人怎么办？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动手，真的闹起来的话，他们都成了共犯，一个人都跑不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咱就留在这儿，就让那个小鬼子就这么折腾咱们。说实话，我还真从来没有想过，鬼子是这么训练黄雀军的。哼，那个叫三岛的鬼子，别看他凶，可是真是一个练兵的好手。我
真像他这么练下去，这帮人可就完了。只有两种结果：第一，把他们折磨死；第二，真的练出战斗力来。小鬼子的用心太狠毒了，让中国人打中国人。崔白，听三哥一句话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跟着三哥，三哥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鬼子呀，想拿他们当枪使，帮着他们打他们中国人，哼，老了。等哪天呀，我拿到了枪，看看三哥怎么收拾他们。记住了啊，这一个人呀，对自己要是不狠，那就要受别人欺负，知道吗？哟，你说的这些我还真没想到过。那怎么办啊？留下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老乡都是被抓来的，他们根本不想做汉奸，找机会一起逃出去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师姐，那个叫镇三街的，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今儿你又跟他结下梁子，我看这是个麻烦。不管怎么着，我们先忍着。真要哪天把我惹急了，我一定会给他好看。吉田我们可以杀，不在乎多杀一个汉奸。我们愿意以等价的黄金交换。组织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的耐心更是有限的。看到我爹日记没有？这……你别这了，赶快进去给我找。你已经训练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你们还相差得很远。今天就让我来好好的教教你们。
你们当中的两个蠢货，居然想从这里逃跑。我很不喜欢这种行为，希望你们记住这次的教训，再有一次发生，死的将是你们的全部。啊，郑叔，你先回去，今天我不走了。废物，快起床！起床，蠢货！快起！你们这帮蠢货，起床！快！快起床！蠢货，起床！你们这帮废物，起床！快！马上起床，到操场集合！要快！坚持住！关门了。庆祝帝国共荣的庆典筹备的怎么样？已经安排妥当了，请您放心。我们接连受挫，藤县人心流失殆尽，如今只能一点点的补救了。希望通过这次活动，能挽回一些声势吧。阁下，您要注意身体。燕立军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如今藤县的这个形势，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阁下，您对中国的古籍文物不是很有兴趣吗？听说万军家有一个书院，您不妨去看看书，散散心。济南一役，惨绝人寰，老友吴氏一门皆缢于战火，所藏珍玩亦毁于弹，惜哉痛哉。所余之物尽付于吾，托吾甚为保管，托孤之意，拳拳之情，可叹可泣，感念伤怀，唯盼国家有幸，国宝有幸，能早日得见天日。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有客人。有客人。没想到啊，万军，你们家的藏书如此丰富，这样的规模和著名的天一楼相比，不分上下呀。
太君，您这是过奖了。这边请。哎，太君。官军，哎，家有如此宝藏，我可能以后常来拜访啊。欢迎之极。太君慢走。这线索是有了，可这上面并没有说明经书藏在哪里啊。不，这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在哪儿呢？这上面这都是吴家所托物品的清单，这并没有提到经书。你看这儿。这本《全唐诗》虽然是宋版，但是和其他物品相比也未见得如何珍贵，为什么偏要在此物上特别标注呢？你的意思是经书的线索必定就在其中。兄弟，嗯，没事吧？嗯，三岛这是故意的，他是在故意折磨人。这狗日的小鬼子，要是别动队在这儿呢，嘘，可不敢这么说呀。这是啥地方啊？你不要命了？干嘛？他配吃吗？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欺负人？哼！我告诉你，这天底的饭没有白吃的，吃得起就吃，吃不起就别吃。你问问他，你好意思吃吗？三哥，三哥，吃你的，拿着。你瞅你。大男人家的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有本事自己拿脸挣回来。怎么着，又想管闲事儿？真南姐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
这天底下的过分的事儿多了去了，扛得住就扛，扛不住就得受着。我今天就过分了，你想怎么样？那你试试看。嗯，又是你们这两个混蛋，看来不让你们打，你们是不甘心了。好，我会给你们机会的。这是干什么？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啊，太君，太君不行啊，太君，哎呀，太君，这也不行啊，太君，哎呀，太君，太君，这不行啊，太君。哎，太君，您这是？是这样的，加藤太君很喜欢这里的藏书，想借回去好好赏玩一下。什么？啊，太君，这加藤太君他要看书可以，可用不着全都给我拿走吧？怎么，你不乐意？啊，太君不是，只是这……万君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放心，加藤太君只不过是赏玩一下，书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搬走。钟叔，还剩下多少？没了。没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很好，把这些书放进我的书房，严加看管。哎，就在这里的一次机会，谁打赢了我不管，谁要打输了，我就杀了他。准备开始，我数到三，再不动手就一起死。一、二。
打得很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六亮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他们的队长。是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都要听他的命令。这个废物！眼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，是你把我灵魂唤醒，在一起患难与共，肝胆相印，用生命眷顾生命，用真情互动真情，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，笑看谁是英雄，黑夜里温暖感动，我们等待黎明，手里带我一起走，最